记者黄中生台中报道。台中市议员严立敏今天在议会质疑市府争议频传，公务员被迫轮值当网军，北方市长林佳龙的脸书暗赞回应，市府参议陈炳森甚至强调网军侧翼也要加强。新闻局长卓冠廷回应，市府一向没有网军，陈炳森的行为在进行了解。严立敏拿出通讯软体的截图直指市府参议的陈炳森曾半夜在市府某群组留言市长脸书部分，近期要多注意平衡回应，侧翼也加强，原则上每则都要回，另外各科轮值时也协助注意。接住不少公务员纷纷回应，收到严立敏批评，公务员是要来服务人民，不该是林佳龙脸书的留言机器，更不该充当林佳龙的网军和侧翼，如今还要轮值监控24小时待命，难道林佳龙是否没有政绩只靠网军，根本是滥用公器。卓冠廷说明，林市长过去早已表明市府并无网军，现在也确实没有下令同仁担任网军，陈参议的行为实情为何，市府内部会再进一步进行了解。